OK 不 OK？有啊，超级偶像小乖为大家献手一曲。哇，真好耶！哎呀，今仔日真是唱甲足欢喜的。对啊，还佫有足侪歌拢袂好唱呢，就想要大家拢来唱。既然大家拢遮尔爱唱，不如就买一台卡拉 OK， 在厝诶，大家唱一个够开。耶，足好啊！Test！ 哎呦，伤大声，较细声嘞，较细声嘞。无要紧啦，较大声的效果较好啊，就参像伫 KTV 同款。耶！哎，是倒一道啊，声开这么大，要创啥？吵死啊！哎，真正是！哎呦，真正是诶，是安怎哈？那这大声哈，啊是上刀啦！阿公、阿妈，哎呀，小乖呀、啊，真久无看到你啊呢，阿妈真想你耶！哎，小乖啊，恁爸公。新买一台卡拉 OK， 在倒位啊？哦，爸妈，你来啊，进来看我新买卡拉 OK。阿公、阿妈，咱做伙来唱歌。实在是哦，是安怎啦？有够大声！哎呦，是上刀啦！是安怎？就我唱到遐尼大声？小乖，出门。啊，一定又搁是阿公甲阿嬷啦。哎，拜托的，这礼拜爸甲妈逐天来唱歌。奶都没生呐、啊！老大人无虾米消遣，唱歌消磨时间嘛。阿妈，水母，关窗门要从啥？我惊擦着厝边。厝边，拜托诶，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呢。啊，敢是？进前恁爸仔囝毋是拢唱甲真欢喜？迄当阵你敢无考虑到厝边的感受？啊？无唔对，小乖讲了无唔对。所以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今嘛，恁会用去体会厝边的感受啊吼。
我看吼，也是赶紧把卡拉 OK 卖掉了。安尼好，我马上把卡拉 OK 拍卖掉。那安尼以后连咱嘛袂用得唱啊。以后若是想要唱歌，也是会用去 KTV 唱啊。安尼嘛袂干扰到厝边的安宁啊。经过这次唱歌的代志，让我学到卖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顶面。无论咱做什么代志，一定要注意是不是有妨碍到别人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假使咱无希望别人用咱无介意的方式对待咱，安尼咱就无应该用同款的方式对待别人。千万莫做一个自私又搁无公德心的人哦。